小朋友上课咯。该管政府欢乐暑假期间，疫情是还未解除，提出的学生学习中断。该管国民教育辅导团针对国文、英文、数学来翕教学影片，佮加上艺术、健康和体育领域的知识和运动课程，伫大陆有线电视以及网络都有当看。我们的小朋友在家里面呢、那实际上可以透过所谓的线上的小学堂，那给小朋友直接可以有互动跟学习的机会。那这里面非常多样，那也有我们的国文英文，也有数学，也有体育，那还有艺术哦。那这些我们现在透过世新跟大洋的合作，还有上传影片到 YouTuber， 那我想都可以随时观看。那透过有线电视，那大家也可以准时在时间到的时候打开电视，就可以去做相关的学习。那一共有60堂课，那有12个课程，那每个课程大概有5堂课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共同锁在世新大洋，还有上网 YouTuber。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线上学习。台中有线电视空三频道，拜一到拜五上午10点以及下晡4点两个时段，学生会当收看老师精彩教学。上了课扫影片后边 QR code， 就能完成老师出的小任务，有机会得到礼物。那最后，请大家扫我们的 QR code， 就可以连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，还有我们的小任务表单。也希望今天所有的课程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馆长王章良讲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停课无停学，互伊体验到偏向透过网络学习的困境，所以在课程嘛和地方电视台来合作，学生只要透过电视，就能开启学生学习大门。记者黄佩佳观察报道。